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许冰，今天就带着我的相机出来拍照片，拍完之后我去洗一下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。今天用的相机是 Contax T3， 用的胶卷是柯达金200的胶卷。OK， 一会儿见。一共是37张。这就是前面拍的。接下来由我掌机。这就是暗房。这个线就到头，就说明好了。老师用时30秒，我用时15分钟，进步了一点点吧。挺好的，其实这个东西得是有兴趣，有兴趣就能拍好。各位观众，上照片。